出歌坛五年后的西亚的首场个人演唱会，9月17日于列治文和时剧院举办。依然非凡的好嗓子，沛然丰富的情感和多年来洗尽铅华的感悟，这场演唱会既是一场怀旧会，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演唱会其中一大亮点是西亚新创作的两首新歌，其中《泪河》是西亚的首次尝试谱曲，并著名填词人简宁所填词的新歌，旋律时而静静流淌，时而深刻隽永，西亚把这首歌演绎得执着凄美。另一首则是还没正式发布的《爱的天堂》，讲述了现代人的爱情诸多彷徨和无奈，此次为首次于大众面前呈现。强大的音乐和舞蹈团队也让演唱会增色不少，期间西亚共换了两次服装，而换装的时候舞台上又有非一般的精彩，也是观众享受音乐和舞蹈团队精湛演出的时候。乐团的成员轮番进行纯乐器的演奏，此起彼落，让人叫绝。而正是中西融合的音乐团队才能真正的诠释西亚的国际范儿。尽管歌词感伤，西亚多首歌曲节奏感强，带有些许爵士风格，如《幽蓝色的爱》、《我就是这样》、《好好玩》等。然而全场最高潮的时候是西亚重新演唱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那首《心醉》的时候，相信席上有许多观众是冲着西亚的这首歌曲而来的。暌违多年的偶像粉墨登场，曾经回忆里那些熟悉的歌词旋律再次撩动了心弦，也难怪他们情绪激动，纷纷挥手，甚至开口随着西亚优美的歌声一同清唱。当西亚询问大家是否听过这首歌，几乎全场观众高举双手热烈回应，席上巨大光球开始缓缓移动，并绽放着黑白相间的光芒，仿佛也带着观众走入时间长廊，深深沉浸于心醉美丽的旋律中，为演唱会画下了完美的句号。
中，包括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《非常飘雪》，非常很多经典的作品都是出自于简老师的手中。那最感动感谢收看今天的大温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